可以说是台湾这个私立院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哈，而且他是一个先锋啦，哎，不但是先锋，而且建了典范，后来很多医院就是学他的模式建立起来了，所以现在很多这个综合医院其实就是循着他的这个模式过来的嘛。大家都爱来讲，讲公典呐，他医疗设备非常好。啊，医师非常的高明，哦，所以说在当时的台湾、中台湾或者南部啊，讲到光点没有人不知道，所以大家有什么身体不健、身体哦需要医疗了，一定是第一个选择是光点。全省很多医界都知道说哦，台中地区就有一个光点医院，在沙鹿啊，那沙鹿是一个医学的重镇啊。啊，那么比台中市还要厉害，就是很会开刀的医生在那里。光田从创设以来一直在我们沿海地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医疗的这个功能，每一个院长都经营很久，所以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感情。那对地区民众来讲，我想这个因为历史这么久，恐怕有好多人是好几代都是靠这一家医院的这个医护同仁的这个照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难得。用心倾听，重视细节，真诚对待，关怀始终如一，光田守护为您。